食送厨于照顾中小企业的等三中口号，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今天是南下台南眼镜工厂，他强调前往不丹的行程并不会改变，要将幸福带回台湾，只是参观台湾的眼镜工厂，林瑞雄却大力称赞其他镜片的品牌，让站在旁边的眼镜业者好尴尬。来到台南的工业区参访知名眼镜工厂，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详细了解台湾眼镜的外销现况，要落实送厨于照顾中小企业的三中的政策口号。这个机器很好，你设计下来它就自然帮你磨好，所以他讲从德国进口了，不过我德国我是懂那个蔡司关节，所有的好的那个摄影机啊照相机的那个镜片都是德国蔡司。林瑞雄快人快语，在别人地盘称赞其他镜片，让站在一旁的眼镜业者脸上三条线。而一言再言的出访行程，林瑞雄坚持不会改变，要去不丹找幸福。也许他们怎样，构成整个国家的幸福史字，怎样做一个标准，为了人民感觉那么生活那么满足。认为目前在台湾生活幸福吗？台湾的人民幸福？你问看看，80%大概不感觉幸福。我判断对啊，你看大概有60%以上不习惯马英九在连任，就代表他们感觉这三年来感觉不幸福。和宋楚瑜搭档参选，林瑞雄表示要挽救马政府执政下持续低迷的幸福指数。民视新闻严俊林俊明台南市报道。